讲修行，落实生活，讲佛法，应用于人生。欢迎来到禅心学院，聆听达观师父教诲，开启智慧人生，畅谈六祖坛经三六四，拈花微笑。整理者心灯，读诵者心音。不管你读的是什么经典，你都当生信。你若是不愿意信，就要赶快纠正。你不要用脑袋来想开悟，你只要做下去，就会不可思议。那是谁的功德力呢？是你自己的。你的脑袋只是叫你理解，但你居然会对这本经一直拜，拜好几个小时，而且连续拜八年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你不觉得很有什么吗？你不觉得你已经开始变化了吗？你以前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，你现在会做，而且在做的过程中，烦恼及内心的挂碍减少了，晚上睡觉安稳，且不做噩梦，这是什么状态？如人冷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你去做就对了，不要问那么多，要问也要问重点，一般三两句就讲完了。学佛没有窍门，你真的相信，我就恭喜你。既然信摆在第一关，就代表这是最难的，而不是理解。第一关只要过了，后面的问题则不用烦恼，你只要相信，你的心就会安定下来了。并不是一定要坐禅打坐，一直坐到四禅八定才会安定，最简单的也是最深奥的，越深的东西越不普及。傻瓜相机任何人都可以用，而且每一张拍出来的都像一张相片，但你若用很高级的单反相机，十张相出来有八张不能看，两张是鬼影。你若悟不了道，就悟不到拈花微笑。拈花微笑无需讲话，而你觉得一定要讲话才会懂。你很喜欢跟别人讲话，喜欢听话，认为要一直看书才能懂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其实不讲话中就能悟道，这很深，但它很简单，它到处都是，从头至尾，从朝至暮，时时刻刻摆在你眼前让你看，但你就是不知道你在看什么。你要突破，你就要相信，很多大乘经典都这么讲，尤其是开宗明义的第一品，但很多人都跳过第一品，认为它不重要。其实那一品就是告诉你真相，即不开口而示现真相给你看，只是你看不懂。而第二品或第三品，佛法术语为正宗分，但它已经落入方便说了。有同学问我，师父，法华经的重点就在讲道理，讲真理，但我一本看完，我看不到真相的痕迹。你能看出坛经在讲真理，而看法华经则好像佛教故事，仿佛童话故事。还有同学问，师父，法华经第二品佛开始讲真理，但那一品很奇怪，它的名字叫方便品，为什么不叫真实品或实相品呢？因为那一品佛已经开口了，故曰方便。六祖无相颂的这句话，我做个结论：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禅，即心行，即内外合一，这样就是修行人。恩则亲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连，即我对我的家人，也就是做人的本分；义则上下相连，即我对大众，
对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让则尊卑和睦，即我对别人；忍则众恶无宣，即我对别人。我要修忍辱，后面这两句即为处世之道。问候思维，你能看到处处呈现的真理吗？心平何劳持戒，行止何用修禅。感恩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，感恩达观师父教诲，感恩您的聆听，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